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地产经纪人 Will。那今天是礼拜天，难得今天可以不工作，所以约了朋友，大概四五个 family， 带着孩子，我们一起去公园烧烤趴。那今天的朋友定了是到 San Dimas 的一个 Reserve Park， 那它里头有湖有公园，然后我们还约了专门烧烤的师傅，跟我们一起去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收拾东西 ，Let's go。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责任，那我们家是分配到了带餐具和桌布，一次性的桌布，然后有叉子有筷子，然后还有一次性的盘子 paper towel， 然后还带了一些 napkin 一些纸巾。那好，还带了一些枇杷，这个枇杷是昨天一个客户送给我，他们家里自己种出来的枇杷啊，带这么多。然后还有这个小帐篷，户外的帐篷，看今天用得到用不到了，因为今天去公园嘛，看草坪上能不能用。然后还带了这个万能三轮车，小孩可以坐在里面，然后可以推着到处走。人多力量大，我们现在已经支起第三个帐篷了。宝宝，你拿两个零食啊？让妈妈。Hello, little brownie。咱那边又架起来个帐篷了，三个塑料的。啊，宝宝用力，用力！我们也滑滑梯吧。爸爸，我在下面搂住他们，万一他掉下来。走路。这都是大孩玩的，小孩玩不了。